伯，刚刚那一阵雨下的是真大呀，一群美人鱼都向我们游了过来。观众朋友们，刚刚为大家表演的是龙人舞蹈队的演员们，他们所完成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我们舞台两侧的手语老师的指挥下才能完成，有请我们手语老师们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是19岁，而最小的演员只有13岁，我们最小的演员装了人工耳蜗，所以他可以简单的和大家打声招呼来。大家听到了吗？你们喜欢我们的舞蹈吗？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音乐是放给我们大家听的，他们听不到任何声音。接下来我要请大家安静5秒钟，一起走进他们的无声世界。
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整个会场是寂静无声的，可是他们每天都要生活在这样无声的世界里，度过他们人生的每一天。感谢大家的掌声。